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在那不然的话，外国人都不知道。看见了吧？现在在那给外国人看的。他往前，那个一般他往前面走的，他不往后面。前面就这样走。他往上面往下放的。我现在是在那外面。是吧？给外国人在那，上海人在那，让他要我们人去人去，你说在那，就是，是吧？多麻烦的东西。人过去在那弄。对吧？我们现在在那不去人。哦，还拍个视频是？哎，好，啊，这样子，好起来了。嗯。放好了，放好了。哎，这个没关系，这个不要动啊，上面这样不要理它了。不要。